今天我们三个人要来挑战一个非常可怕的任务。我们刚好找到一个火葬场的附近，这种红包袋后半部都会蓬起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放一些东西。这边还有一些没有烧完的，应该是冥纸。在这边待比较久，其实头真的会有点感觉胀胀不舒服。今天的挑战，你确定没问题吗？因为如果真的要打开的话，我觉得风险很大。中。哇，这边更多，全部都是。有一个是有特别把它绑起来的。嗯。这个人他可能担心里面的东西掉出来，所以他特别把它包起来。下面已经竖起来。没错，他可能算是一个比较不想要让其他人可能不小心打开，或者是不小心里面的东西散出来，所以他就是把它另外竖起来。对，如果以要这样子去丢这些东西的话，这个算是习惯又比较好一点。嗯嗯，对啊。不过我还是觉得真的能不要这样子丢，我觉得是最好啦。或者是说纯粹把树叶放在口袋就好。对。其实我是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庙里面走一走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去理发店，那就是请设计师帮你剪一撮头发啊，或者是说你回家把身体洗一洗啊，然后用那个艾草，然后净身一下，这样子基本上都可以。因为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是会比较美观一点的、啊，因为这样子这一条路才不会整个地上都红包纸袋，晚上骑摩托车经过了，看到这样子的景象，其实也会怕。嗯，对啊。现在先继续带大家往前走，那我们再来看看究竟这个地上还有多少的红包袋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这样子持续一直走啊，还是一直发现地上的红包真的越来越多。这个是打开的，你从侧面这样拍进去。哎，有咯，被我们说中了。弄它哦，直接这样拍就好。这样看，里面有芙蓉跟榕树。对啊，被我们说中了，就是芙蓉跟榕树叶啊。嗯嗯，没错啊。然后地板这边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红包袋，有些都是在这种草里面。哎，旁边这里都没有，然后这里突然间跑出一个，而且它很蓬哎，而且它看起来，等一下试试看，不要用手碰，用那个这个蓬蓬的呢。Ken， 你帮我打光一下。打光。我这样雨伞用它，我感觉蛮重的。那这个地方这边有点暗，然后 Ken 现在用灯稍微照一下。欸，要碰吗？我刚刚听到里面好像有金属的碰撞声。对啊，有点重量。等一下。我现在已经紧张到有点在冒冷汗了，因为感觉这一个很蓬，然后似乎里面好像有放什么东西。因为其他的刚才我们没有拍到，可是我们有用雨伞去弄，它里面是没有发出声音的，可是唯独这一个是有发出声音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感觉比较诡异。叫什么？这一次我就不麻烦你。不然我就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特别让我们好奇，因为它发出声音。我第一次捡这种红包袋，把它捡起来要打开，有点紧张。啊，既然都来了，不然拿起来开开看。好，这一次真的是为这个频道，然后为了各位观众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超越都市传说的恐怖，然后也算是蛮危险的、啊，可能这几天就要去庙里面走走，因为开这种东西毕竟是别人不好的运，那我们把它打开可能会沾到这样子。嗯、那摄影机给你们拿好了，好 ，Ken 你拿吧。
你要不要手把它伸进去，才不会去弄到。那你看一下，教头，那我们两个过来这里好了。那打开吧。零钱？为什么有钱？6块钱，哇！看整个都湿了，全部都是脏脏的。怎么感觉里面好像还有东西呀？还有点厚厚的感觉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害怕哎。哇，整个都被粘住，它好像有把它粘起来。它这个整个都粘起来。我起鸡皮疙瘩哎！那是照片吧？怎么是一张照片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雨伞在那里。靠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蛋了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现在不是要跑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利恩，你要从你那边可能拿更多钱把它放回去原本的地方，代表你不愿意接受他那个东西。不对，不对，你拿更多的钱回去。我靠，那不就会给聘金了？靠腰，没有，有这个说法，在网络上我曾经看过这个故事。刚才就想说，有钱掉出来就不要开了，靠腰完蛋了。哇，哇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啊。还是，不然教头，你现在先网络上查一下。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捡到人家丢的红包袋怎么办？不是，现在他是。我刚才看到里面有照片，我现在，哦，好恐怖哦！很毛嘞。不是，因为刚才看到的都是里面，就是只有榕树叶跟芙蓉，怎么？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哇，教头打一下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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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。大哥，这会不会是人家要冥婚的、啊？我还没结婚呢。我跟你讲，明天我先叫我妈带你去她认识的公庙那里。这一定要做处理，这一定要解掉，这一定要化解掉。这个一定要，可能要请神明出来沟通了。这是什么？我靠！这是他生辰八字，靠腰，生辰八字的纸，哇！教头，我看明天真的要叫你妈，可能去他常去的那个庙，看要不要请师傅，可能出来处理化解这件事情。这个隐隐约约看到，还有头发，哇塞！哇，有拍到。我现在整个人很毛，我现在整个人很毛。上面这个是什么？整个人超毛的。写什么？这里写什么？他的生日。他出生年呢？辛酉年。不要念好了，不要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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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干，不行不行，走走。我们现在先赶快走啊！你要不要先做初步的处理？就是真的把口袋比他多的钱放进去，真的，因为我曾经有看过这样子的故事，然后人家是这样处理。要不然我丢16块下去。好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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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其他的我也给他装进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。先走。你先走。快点。我现在一个头两个大。你们去庙里面一下，不要拍了啦。